开始。现在是将这个，我把它倒过来嘛，将这个，把这个扭进去。嗯，这个挺麻烦的，这个现在螺丝搞长了，很难扭的。要扭很长时间。螺丝加长了。啊，那个，其实那个拉长他不要也可以，我那里拉不长，在那里试过了，你就给他拉长，他拉不起来，有吗？它前面要拆掉，如果要装这个东西，料斗要拆掉，前面要拆它。他们那个工具很难搞下来的，我为了他怎么？你看现在这里是关键的了，你看这个不是可以来回的吗？是吧？嗯。这里就是，就这个。齿了，这个齿要就对得起来了。这个手把这里托住的，嗯，是吧？有这个托住，你看这个对的方位，我们这就过来了，这个它过来了。你要上一个齿，这里要上一个齿，这里要上一个齿，是吧？要高一点点，嗯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可以了吧？嗯，可以了，这种可以了，就这样装上去了。装上去，但是我也把这个东西套上去了。你看我手这样托住，你把这个套上去，对吧？你把这个放上去。这啥意思？拉黄。对，现在在搞拉黄了嘛。那你该怎么让它动？这个拉黄不要也可以的，其实这脱了马上把螺丝扭走，不要拉黄，它占用很重。这个拉黄它还经用一点，它好用。你拉黄是弄下面的吗？就这里够吗？我说它就是没，它被它拆掉了，就没这个工具了嘛。那他拉也拉不过来，他拉也拉不过来呀、啊，他哪里拉得过来、啊？老板聪明，你那聪明个屁，聪明！你用钩子把它给拉过去、啊。对，钩子钩过来的，那就是钩子钩过来。钩在那个洞上。对。哦。拉好了吗？好，过来。这样勾起来了嘛？勾起来去了，这个螺丝马上就扭紧了，不扭紧，不对，它活动了就没用了嘛。把那个齿子掉了，你怎么办、啊？是吧？它过去了，掉了齿轮，齿轴都掉了。它这里这两个螺丝，它松掉了，它拆掉了，它肯定就粘不，没法粘那个。这样就好了吧？就好了吗？还有在上面吗？我那也不用的。那你把这个，把这个压下去，把这个粘起来就可以压了，看压给他看，对吧？
这样就成功了，就挺一点。嗯。OK 了。OK 了，现在我来调一下，就松了。嗯。是吧？这里下面这个膨套这里挺。